我们还得去收酒吧门口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这去酒吧门口还速食呢，去这里来守一下哦，哈，守个毛线哦。去这来守个毛线啊！你吃药啊，半个小时哦。经常吃药也不行，本来肾就虚，我靠，再吃药不肾更虚了。锻炼好就行了。九阳真经在哪儿啊？我靠，百度能搜到吗？妈的，我搜的最多的是葵花宝典。葵花宝典。九阳真经搜不到啊。我们下去聊吧，下去上那边聊多一些啊。嗯，这个停车场不行啊，我们下去聊吧，我们还得下去聊，你知道吧，这停车场不行，下边还有一个停车场呢。啊，下边还有一个停车场啊。对啊，还有好几个停车场呢。哎，这个喇叭破烂，嗯，伯父啊，什么？破烂，这什么？哦，破烂，快饮料，嗯，快饮料，嗯，破烂，嗯，你叫我吃糯米饭，我操，我他妈吃不下去，我操，饿得慌了。这里。这个做生意的小妹妹挺好看，六多，猫挺多，又好多。7:30，8点要下班了。我们8点下去吧，8点上那边去，然后上下边去搭讪多一点。在这里搭讪没有用处，在这里没有人。